没有塞工哦。刚刚在店里面，我有版权音乐，所以很多讲话什么都会卡掉这样子。店里要放音乐，没有塞工，很显然越南字 ，Made in Vietnam 哦。这个进来之后还有那种，这个有趣，为什么特别买百威？因为这个百威上面写英国字，我说英国字的百威没喝过，喝看看。这有瓜，用具啊！哦，哈哈哈！然后呢？那么近？哇，而且这个钥匙是可以折叠的，超帅！第一次看到有没有？真的第一次看到。哦，第一次看到，来，东亚超市搞啊 ！Big King。哦，但你比要可能有放音高，所以说等一下可能很多都会是字幕啊呢。对吧？前往。借给家叔叔。哦，行。哦，老朋友，别塞工，无饮过，对，泰国饮花嘛。哇，够三了。Red Horse， 红马，勇敢者。我这个家乡。啊，英国制的百威。加工地理，对吧？这啥都是大象。泰国买泰国，情况买，谢谢啊。对的。东亚旅行，越南的回忆 ，Tiger Crystal 在这里。然后再过来看到你刚刚看嘛。哦，对啊。哦。对不起啊，你告诉我还会逃过绑架呢。行。
哦，还真的蛮大一台车的。这样晒了十几分钟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很热。可以手拿 GoPro， 可以上车。这把先不要急着发动哦，先不要急着发动。我乱掉，你叫我多来试喝一下，然后试喝大会，十块准，钥匙，我设计先给插给你。好，先开电。小可小改一下，稍微介绍一下哦。没有塞工哦，刚刚在店里面会有版权音乐，所以很多讲话什么可能卡掉这样子，店里要放音乐。没有塞工，很显然越南字 ，Made in Vietnam 哦，这个进来之后还有弄，这个有趣，为什么会特别买百威？因为这个百威上面写英国字，我说英国字的百威没喝过，喝看看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泰国字的泰象哦，泰象秘鲁。啊，来给我这哦，红马 Red Horse， 但这出于这件是香港者，很有趣。然后再来最后一罐就是我们的这个六，就我们刚刚讲一点哦，因为这又可以讲嘛泰国字，对，泰国字。摕伫手里，做一下记录，做一下记录安尼。百威我先不拿了哦，就手只够拿四罐而已安尼。刚好这一次我们的开箱贵贵早嘛，贵贵刚好等我忙完之后。等到有空周末我们再来试喝，先拿回去冰的。但今天难得来一趟台南市东区，所以公的心早一点加哦，很热。现在这个地方刚好是最晒的，哈哈。哇，够强哦！哦，出鼻。看这些摊啊。哦，那么有趣。哇。哦，开起来给它通风一下。哦，剪掉要做。开起来，这个真的可以让你放好放满的这个置物空间。我们看看啦、啊，直接实测一下的置物空间，看一瓶水放不放进去。水差一点点，哦，水差一点点，啊，可能你积血的这样子，还是不能够完整平放，至少一罐瑞士这个月氏矿泉水哦，没办法平放下去。那这个呢，杯架，哦，杯架这边当然可以，这样这个理想 ，one one a bit day boy， 好，现在就要来。两点五十分左右吼，等三点，等我老母下课。嗯，不过有个空间可以放，我觉得很棒啊，至少啊，壁炉哦，壁炉应该，啊，壁炉应该放这里，要、啊、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场合会放这里的，哈哈哈。大概是安尼。啊，至于说那个后车厢刚刚开起来，那有点重，我猜可能是那个后车厢的杆子可能故障之类的，接下来夹烂的。然后少数的外内装上的不足，总之那边有点脱皮，就那一块有一点脱皮这样子。那、啊、其他的我刚刚没啥问题了啊，你给我告诉我，等我老母小姐要开始塞车，现在就先这样吧。好，既然讲到这摆我的车，所以讲我准备把这个吊饰吼先给退下来，好吧？那害来害去去砸掉。会想说会影响行车的这个专注啊，好，先把它退掉，刚退掉，还研究一下，啊，那几点了？看嘛，这是哪固定？这把就退掉。
西。好，这个我看，这应该拢是后来甲调变尔，这应该无啥货啦。再研究一下构造，再看一下。哦，这可以这样移，来你看有啊，啊这是怎样？风化锤皮哦，暑课当中很热呢，哇，这无好套啊，这可能要。太凶吧！哦，彗星过关，哦，满身大汗，对吧？准备不要出来。啊，仔细一看，这个也有一点皲裂，这样子。加粗 V Relic 版本的马自达方向盘，加粗 V 啊呢？啊，这个潜望式的也公仔，哎，等等，潜望式，啊，潜望式的公仔，它有一个。像潜水艇这样，它是戳进去的感觉，它不是浮在面板上一个平，很有趣的一个设置这样子。这啥？那没什么变动。啊？还有 A 跟 B 的差别，刚刚都是 A 这样子，那这里，哦，亮度哎，哇哦，不乖不？亮度的差别，哈哈。哈哈哈哈，好，那早上先关起来哈，艾德，主要是看到我们的显示这样子，来，要再发动。哇，记录一下那个特别那个画面，那是台南之前那个旧的那个路桥拆掉了，哇，现在直通长这个样子，真是特别体验的。今天来可以好吃多特利乌那两子。现在被冷枪好好像没得要说这个。把所有啤酒藏在这个里面。然后拿这个袋子跟我们的矿泉水下车。Go。好。橘色屋。好我要吐一点。兔角蕨，兔角蕨，哦，蕾丝，花的果哦，蕾丝，想要的力啊，缘分哦，这个的力，再来一个，再上，卷薄，不处理哦。来结账。买完新伙伴了。今晚要去新台交换老虎。哎呀，想袂到今用的这好虎啊！拖去南区，拖去南区好。好厉害！哎，原来就这位，原来好歹。